圣公会圣法兰西斯堂，圣灵降临后第二十二日主日，恩道崇拜，2021年10月24日。基督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安静跪下，以谦卑和顺从的心承认我们的过犯，使我们靠着主无穷的良善和恩赐得蒙赦免。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在我们已经做了的事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得罪了主。我们没有全心爱主，也没有爱人如己。我们真心认罪，谦恭悔改，求主因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怜悯我们，饶恕我们，叫我们可以敬爱主的圣义，遵行主的圣道，荣耀主的圣名。阿门。愿全能的上帝怜悯我们，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增强我们行善的力量，以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常在永恒的生命之中。阿们。上帝啊，快快搭救我们。主啊，速速帮助我们。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恩慈的真光啊，纯洁而辉煌，从天上永生圣父而出。耶稣基督啊，圣洁而多福，现在夕阳西沉，我们眼见暮色苍茫，我们歌唱赞美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无论何时，你都配受欢声赞扬。上帝的圣子，赐生命的主啊，万古千秋永被尊崇。诗篇103。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的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第一经课记载在哈该书。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巴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就因此喜乐，就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
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上帝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上帝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上帝。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心骄气傲的人就被赶散。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他眷念他恩赐的应许，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第二经课记载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来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叫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上帝。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主民以色列的荣耀。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我信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圣子，因圣灵的大能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埋葬。他降至阴间，第三天他复活升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必在你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们要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天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永无穷尽。阿门。求主向我们大显慈悲，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求主使你的仆人正直公义，使你的子民欢乐歌唱。求主使天下太平，因为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可平安度日。求主看顾我们的国家，引导我们走真理和正义的路。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主啊，但愿贫困的人不被遗忘，使贫穷人的盼望不致落空。求主洁净我们的心，用圣灵扶持我们。全能永生的上帝，求你将信德、望德和爱德多多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应许，又能够敬爱你的命令。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唯一上帝，永无穷尽。阿门。至圣的上帝，凡洁净的心愿、正直的意念、公义的行为，都是从主而来。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赐予你的仆人，使我们专心顺从你的旨意，并且依靠你，不怕仇敌，就可以在平安和宁静中度日。这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阿门。主耶稣，白昼已过，黑夜来临，求主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激励我们的心，唤醒我们的盼望，我们就可以认识你，正是在圣经和掰饼中所显示的主。求主以你的慈爱应允我们。阿门。主啊，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有憎恨的地方散播仁爱，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有纷争的地方散播联合，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求主施恩，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而是要去安慰人；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而是要去了解人；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而是要去爱人。我们施舍就有收获，宽恕就被饶恕，死亡就得进入永生。阿门。全能的上帝，赐万恩的父，为了你对我们和对万人的良善和慈爱，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虚心地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保守我们，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给我们。我们特别赞美你无比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并赐给我们受恩的方法和荣耀的盼望。求主使我们认识你的恩惠，能以真诚感恩的心显明你的荣耀，不止在口头上，而且在生活中奉献自己为你服务，一生行圣洁公义的事。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愿尊贵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永无穷尽。阿门。全能的上帝赐恩典给我们，叫我们在这时候同心祷告。主曾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祷告，主必在他们中间。现在我们所愿所求若是对我们有益，求你允准，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来世得享永生。阿门。我们要赞美主，感谢上帝。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